流水天气从热个晴天发烫，二零二四流水秋收季，今半年的流水客家文化燃起了开幕。对高铁来个乡亲，用千年铁盘法拜八公个祈福方式，为下下来五里拜个内地发烫揭开序幕。也希望大帮流水是你个乡亲来个八公，还有祝天祝你是中融共邦个福气，来保佑大家平安顺心。第一天，把所有的盘花，把它往小碟子上摆，然后绕一圈。现在开始。参加贴盘花的民众对土庄路口会看得出蛮严的故事。我唔晓，唔可能做诶，都伫个地白做诶。做诶怪处。基础是新点花，然后呢，中间就用个胎一起个花，就是玫瑰花，然后周围呢就用菊花。娘，你是六对秋树枝。六对客家文化园区背后，扁担太湖山面有三家七六的草香来搭白宫喜福场，福场前面排出平安的四行，同对国内外来的民众向白宫喜福。华语文中心哦，来带一个学生来体验台湾的文化，运用自家的自信、自家的想法同资源呢，同其他族群来做交流，顺便也相信两位当到系自家客家的朋友。一定同反应，尤其系六对中嘅朋友，一定会感觉讲，冇想到嘅办法系按六对，按要特色嘅文化发动。六对秋收合众路跑1200个跑者，让天公啊道路对六对客家文化延期起跑，沿途欣赏六对合众嘅风景。除了合众路跑以外，长棍野村、田园摘菜、客家美食体验同一江下看天阳，还有六对露营同乡下类似客家白盐日头呢啲活动，马陆续展开。客家新闻潘胜旺频道报道。